对，如果说温度不够的话，就往上飘，往上飘。主风口是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，下面才是主风口，这个上面的那条是辅助的。上面的温度要高，下面的温度不要高。要高过上面的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如果超高了一点，太高了就拿那个绳。对，就是对应二。剩下两个箭头。现在还有25个袋子吗？那我又拿换一件了。不要提起来，你要煎一煎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风口。要打风起来，还有点烫。要它冷一点，对，还很烫。可以，很烫的话，你吃的话，对啊，它会开。你要煎一煎。非常烫。煎的时候这样煎，不要去抓住。可以。不要提起来，提那么高，矮一点，颠一颠，颠一颠，扯一扯，扯。真的讲不行，等下人家又从来重新递个袋子，这个讲的都不让人家做的，叫你来干嘛又不知道。好，拿走。跟你说，颠一颠，给他扯一扯，讲没用的，人家要求这样子。不要这样去抓，这样子颠，讲没用，扯一下，可以。怎么颠的？那一条，对，放一下风口，不然很烫。我知道了，那边放。